他每次见到长恒都是笑着，在本座身边就只会伤心难过。也对，本座总喜欢冷落他、欺负他、纵容他哭，他不喜欢本座也是理所当然。尊上，属下觉得。 该走了。这位大伯，刚才这的郎君呢？好像去那边了。员外，大木头，大木头。 总算找到你了，我有话对你说。快说。本座还有约。什么约？员外，我家婉清娘子已经在画舫中等候多时了。你真的要去同她赏月？是。怎么了？你不是说你不会去吗？本座改变主意了。不许去。 为什么？兰花仙子。